喂，好的，老大，贺家来了不止一辆车，看来是有人坐不住了，怎么办？换破烂币吗？先等等看，执行原计划。上车。好。Chris， 前面右转，甩掉他们。是的，大小姐。车不能开，给我滚蛋！老板，你也看到了，刚才这车突然冲出来，还不滚下去？看看什么情况？杀！你他妈怎么开的车？人都跑了！老大，幸好刚才启用普兰币，没想到大少爷真的对自家堂妹下死手。哼，我这个哥哥呀，我最了解。怎么还没来？别担心，老板，北美回龙城的航班就这么几趟。我们此次计划周密，一定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要什么措手不及，我要他消失。孔院长，妈，怎么打你电话没接？刚才遇到点小情况，现在没事了。贺家有事了，贺华宇把你爸那个私生子给挖出来了，准备带到老太太面前。确认亲，我正在回去的路上，我先回去看看是什么情况。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嗯，好的。还是老太太疼你啊，大少爷一有情况就马上把你召回来，生怕你丢了这仨瓜俩枣。欣欣，他要是真疼我，早就把消息给捂得密不透风了。这样大张旗鼓，怕是他想看看到底谁能把这局棋下到最后。那就让他看看了，到底谁才是最适合的继承人。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我这个大哥还真是越来越有本事。老大，我看还是启动普兰 B 吧。行 ，Chris， 启动普兰 B。Chris， 加速！你是废物吗？还号称车神？我看你是新手上路吧，追了半天也追不上。快呀，快呀！老板，他们太狡猾了。而且好像早就发现我们了。别给我找理由，我让你们来是给我分忧解难的，不是来给我添堵的。快呀，快呀！是。老板，人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老板已经在等着了。天堂有路你，地狱无门你闯进来，那我就亲自送你上路。
喂，什么事啊？你回国了？嗯，刚落地，有事儿吗？我的大小姐，这么久没见，你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有事儿说事儿，没事挂了。你这刚落地，什么事儿这么忙？玩速度与激情。回头聊。不愧是我喜欢女人，有个性。你们要是再跟丢了，就给我从这个车上滚下去。哎，怎么了？大小姐，不好意思，车子出故障了。啊？机会来了。准备下车抓人。二叔，好。三叔，哎，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不是去接你妹妹吗？晨晨回来了。是啊，他向来不着家，我在机场等他一天，航班号也没有，我怎么接他？那你没有手机啊？不会自己联系啊？你是怎么当哥哥的？他都快三十的人了，我还这么乱，也没见他出事。好了，妈。你放心，小雨说的没错，晨晨从小独立惯了，不会有事的。谢谢二叔。二叔，我正好给你个惊喜。惊喜？什么惊喜啊？你这小侄，这可有点厚此薄彼了啊！你三叔就没有惊喜啊？带进来。好。哟，这么多人啊！这是二叔，这是你亲生儿子。什么？来，叫声爸。爸。哎，这怎么了？老夫人，大小姐回来了。啊，哎呀，回问呢，快扶我去接我那宝贝孙女。哎，爸，爸，这什么情况？你姐回来了。嗯，走。你不想让老太太知道大少爷的事情，我这身装束就不进去了。知我莫若你，今天真是辛苦你了，回去早点休息。进去吧。不论当年的知遇之恩还是，总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奶奶，哎呦，奶奶的心肝宝贝儿，可算把你盼回来了。让奶奶看看，北美回来最晚的航班也是中午到啊。怎么，今天航班晚点了？没有，我一接到你的消息，就让人紧急申请了新航线，是因为……是因为路上有点事耽搁了，不过没事儿，都已经解决了啊。嗯，这位是，哎，都别在这站着了，坐飞机挺累的。走，咱们去二楼会客厅说。爸，啊，你哥又给你找了个亲弟弟，你说巧不巧？哟，是吗？是啊。这是不是的还不一定的吧？随便找个人。就想进贺家的门，
那就做个亲子鉴定吧。做就做呗，反正是亲生的，怕什么？干嘛？倒像是你一厢情愿啊。你多大了？21。哎呦，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吗？空口白牙的话谁不会说呀？万一被有些人鱼目混珠，那我爸岂不是花冤枉钱替别人养孩子啊？这种事情自然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好，免得日后多生事端。我觉得也是。插什么嘴？有你说话的份吗？小雨，怎么跟长辈这样说话呢？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婶？二婶？他比我小五岁，比晨晨还小两岁。二叔，您这样做长辈合适吗？要是我爸还在，肯定不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刚刚少阳还在帮你说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少在我面前装出一副长辈的样子，你怎么进到我们贺家心里没点数啊？你妈，你看怀宇这孩子没大没小的，你也不管管他。好了好了，一家人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都叫外人看了笑话。哼，那好吧，就按晨晨说的去做，我们贺家坚决不接受来路不明的孩子。那要是亲子鉴定结果就是亲生的呢？那我自然是愿意认这个弟弟。你叫什么名字？贺家贝。那你愿意吗？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啊？你怀孕了？我二叔真是老当益壮。你怀孕了那是好事。几个月了？两个月了。那还没坐稳呢，可要小心呐。是啊，是该小心些。这不过吧，我这刚怀上，家里就多了个外人，怕是……怕什么？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二叔的家贝，不是？这不是还没验呢吗？是不是的还不一定。验都没验，怕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我只不过是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头三个月罢了。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是啊，怀孕本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到最后一刻，任何变数都有可能发生。对，这话说的没错。就算匹配成功的话，再磨合磨合，住在一起吧，天丁是好事，这孕妇伟大，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嘛。哦，就是无论如何，咱们先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再议，也不迟。随便吧，我没有意见。二叔，您觉得呢？我觉得。妈，您看这样。晨晨呢、让你妈妈派两个取药师来加个急。哎呀，咱们去餐厅去吃饭吧，好好的心情给闹的。今天谢谢你帮我安排车头身。对我还这么客气，需要我随时联系我就行。知道了，前夫哥，希望以后尽量不要麻烦到你喽。也对，证明你一切都好。这次算我欠你的，有空联系。怎么了？你白天到底怎么了？现在没事了。没事了就好，那我就说我的事了。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
就是上次跟你提到的那个项目。你一直说考虑考虑，现在回国了，正好可以实地考察一次。好吧，明天见。好，那我明天来接你，明天见。晨晨，你好不容易回国了，我先带你去逛逛吧，然后带你去看我说的那块地。好啊，昨天确实挺累的，带我逛逛吧，就当是散心了。遵命，大小姐。来，请。停，打住打住，要起鸡皮疙瘩了。可是你知道的，我对你从来不止于此。顾思醒，我只当你是大哥哥。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爸妈说要离婚，你跑到我家抱着我哭？记得，但这只是我们对抗父母离婚的革命之情，自始至终只有友情。可我不止只有友情，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没有人能够让我受委屈，请你不要说那些了，不然我就下车了。昨天失手了吧？三叔在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你别装了，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那三叔知道奶奶为什么把贺怀臣召回来吗？你都不知道啊，我能知道？臭小子，想套我话？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姚宝宝，你不开心吗？也不是，我是怕晨晨不高兴。哼，这20多岁的贺家贝他都能接受，怎么？他还怕我肚子里这个受精卵跟他抢不成？小妈，背地里说小贝坏话啊，可不太好吧？哎，少说点吧，我的小祖宗。凭什么少说？晨晨啊，你快坐下。好，你妈说结果马上就送来了。不就是奶奶要分家了吗？这小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都不懂。只要你奶奶一天还在，这分家的事啊，就一辈怎么可能？只有继承人，哪有分家？那奶奶她，你想想，到底是哪儿暴露了？暴露什么？哪有什么是她不知道？一家人啊，就应该相亲相爱，互帮互助。要知道，一个大家族的衰败往往都是从根儿上烂起来的，我们一家人都不团结，怎么能兴旺贺家？奶奶说的是，我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我不在的日子里，感谢大家照顾爸爸和奶奶。还是我晨晨懂事啊。嗯，鉴定结果到了。字儿这么小啊！字儿这么小啊！累计侵权指数，侵权率为99.9999%，我就知道。二叔，白捡这么一个好儿子，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啊。爸，超雄儿确实挺优秀的。
就让他留下了吧。白捡了一个弟弟，我觉得挺好。哟，二房今香火鼎旺啊，这女儿回来了，又多了两个孩子，你已经赶上我了。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晨晨要是同意，我没意见。这怎么行啊？我刚怀孕，我们贺家向来是一视同仁的，厚此薄彼恐怕不太好了。是啊，我弟弟在外流落二十多年，好不容易今天回家认祖归宗，哪有让他不回家住的道理？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情绪大多由激素控制，所以我把他安排在离你最远、最南边的那间房，你可满意？行，好，谢谢姐姐带我回家。啊哈哈，也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收留我。这还差不多。你三婶儿带着怀柔、怀安、怀宁三个孩子都出国了。改日啊，让你姐姐带着你啊去认认他们。好，谢谢奶奶。你这个年龄还在读书吗？高中毕业就没读了。啊，那就让你姐姐给你安排吧。也好，就让他先在大哥公司熟悉熟悉。那好，我呀正好有事要和大家说，我呀年龄也大了，公司的事务实在力不从心，眼下经济形势不好，贺氏虽然家大业大，但也颇有摇摇欲坠的势头。奶奶，哪有，我看公司效益状态挺好的。你别危言耸听。说的你好像真看得懂公司财报一样。不管是贺家还是贺氏，都需要一个高瞻远瞩、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掌权。西洋湖畔的项目还记得吗？那不是被搁置很久了吗？当初否定的时候我就说过，这项目这钱砸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政府现在开始重新招标了，而且大力扶持西洋红的产业。我和池律师商量过后决定，谁要拿下这个项目，谁就是贺家下一任继承人。股权转让书我已经签好了，项目一旦落实，今后的公司事务就由继承人全权负责。我就知道你的教诲就是为从我这儿分一杯羹。妈，这不公平，我的三个孩子还未成年呢，那连候选的资历都没有啊。不是还有你吗？我去跟小贝争，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那你照样吃分红就好了。好了，我呀就这点事要跟大家交代，没什么别的事儿，那我就回去休息了啊。我陪你。那我又回去了。妈，您慢走啊。二叔，晚安。走吧。还没想明白吗？明白什么？是不是暴露了什么？什么暴露？跟我去棋牌室聊聊。老太太已经知道你满世界找二哥私生子的事了。什么？怎么可能啊？那他这么着急的招贺怀成回来，就是怕他天高皇帝远，让你钻了空子。奶奶只是偏爱他一个女孩罢了，他父母离婚的早。他比你幸福多了，至少他父母健在，对他是又怕又恨的。而你呢？你妈妈不招奶奶喜欢，你上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这个长子长孙的只能做他的陪衬，你甘心吗？那三叔您说该怎么办呢？自然比过他。比过他？
他那个算计劲儿，加上他全套的供应链，他是我们三个都比不过。就你有自知之明，他索性你就不要妄想了。每年就等着他们赏你仨瓜两枣，你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三叔，你说，我听您的，我全听您的，我知道你有办法。你动动脑子，镖叔上面又动不了手脚，那省镖的人，你能动不了手脚吗？哦，我懂了，懂了。说起你大哥呀，虽然我恨他妈妈夏家，可他到底是你大伯的唯一的血脉呀。要是没有那个女人，我真的不敢想象我的长孙会是多么优秀的孩子。那也不好说，这一家人蠢的蠢，坏的坏，一个个都把尔虞我诈写在脸上。要是他败了，奶奶只希望你留给他一条生路。要是您知道客官已经没有给我生路，您还会为他说话吗？你好，请柬出示一下。贺家，请问哪位是贺家大小姐贺怀晨？我是。请随我来。这位小姐请止步，这边只邀请贺小姐一人。这边请。单独把她叫走是有什么好事？港城沈氏举办一个晚宴，卓人送来了请柬。你让你爸爸还有三叔还有你这帮小辈儿一起去，我这老太太呀就不去凑热闹了。什么性质的晚宴啊？就是一个展会性质的晚宴。他们是建筑世家，在港城的地位那可是稳如泰山。这一次大概率是想找个合作伙伴。好，那个私生子啊，你就别怪你爸爸，那当时他还年轻，被别人利用了。你妈妈不也是和他离婚了吗？你不喜欢他，那就找个机会除掉了便是。奶奶替你善后，就看他自己造化了。只要他不挡我的道，养他一辈子又何妨？你真像你妈妈，是咱们家最善良的孩子。所以大哥看我是这样的心态吗？啊，没什么。听说沈公子是港城著名的设计师，特意设计了这个，不错。哎，您就是港城沈氏接班人吧？你好，我是沈伯言。你也在啊？前辈还以为看错了。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哎，你的女伴呢？知道你在，我哪敢呢？关我什么事儿？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让我过门啊？你疯了吧？那只是当年的童言无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我当真了，我当真了十一年。难道我像在开玩笑吗？这个事儿就算翻篇了，能不能别提了？好吧，那我们聊聊项目的事。
你没评估过，我心里还真有些没底。那我们去那边聊聊吧。项目材料带了吗？我帮你评估一下。当然没带，就算我知道你要来，那我也是为了看你来的。自从上次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唉，那天我回家观摩了一场大戏，累得我倒头就睡了。好吧，知道你是大忙人。对了，你回国怎么不通知我来接机啊？别提了，我没做民航，都过去了。说说你的新项目吧。好嘞，大小姐，那我就给你说说概况吧。这块地呢，在龙城西部新开发区，占地面积大约 1.6 平方公里。我们准备打造一个全新的主题公园，反响好的话，准备连锁扩张。顾公子，好久不见呀，聊什么呢？和大少爷一块儿。姐。贺大公子今天也一块儿啊？我还带了我弟弟贺家贝。顾公子好，别跟你大哥学，叫我顾哥就可以。哎，顾哥好。你这弟弟是你爸妈留给你的遗产，还是你三叔早年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啊？你猜遍我这一大家子，你也猜不到，这是我二叔的亲儿子。怎么可能？他爸？对啊，就是我弟弟。恭喜恭喜，这大家族嘛，人丁兴旺是好事，不像我们家。刚刚听你聊什么扩充项目，好像不带着我呀？哪有，这不是还没落定吗？找你妹妹来评估一下这个项目的可行性。那你可更要找我了，是看不起我还是觉得我不如他？岂敢呢，我这不是担心你人手不够吗，分不出时间来准备一下详细的工作，要是能平稳落地的话，我肯定带上你。说好了。不长眼啊。对不起先生，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的衣服我一定会照价赔偿的，求您不要投诉我。没事，我是很通情达理的。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先生您真是个好人。哎，哥，哥，怎么这么不小心？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回去吧。二位，招待不周啊。幸会，幸会，幸会。那二位公子先聊，我先走了。哎，别别别，你们聊你们聊，我还有事，正好我可以回去和我爸交差了，回见。什么联系你啊？他不是什么好人，尽量避免和小人合作。你又知道了？他眼神里都写着呢。他不是什么好人，你就是了。我看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哟，两位，请坐。顾公子，久等久等。顾公子，你什么意思？刚才在宴会上对我哥爱搭不理，现在又把我们单独约出来，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小少爷，这不是碍于你姐在场吗？有些话不能直说吗？以后出来少讲话，多听多学。这次请贺少前来呢，是有事要与你做交易。什么交易？这次龙城西的项目看上去是我主动献殷勤，实则是我想借此机会把贺怀琛给套牢了。你不是很喜欢我这个妹妹？我是喜欢她，但是她太难追了，太清高了，所以才请贺少帮忙啊。顾公子也不笨嘛，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做生意。来，
私生子一点教养都没有，出去！不过，除了我外公和我舅舅之外，跟他合作还不如跟我合作。如果是来送钱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真的假的？只要是你的项目，我都可以亲自为你做，而且免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便宜了？仅你可见。行吧，你在龙城待多久了？两个月。项目结束就回去了？不，会一直待下去。为什么？因为我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搬过来了，你要对我负责啊。啊，我先走了。先别走啊，你走了以后别忘了我。喂，您好，沈先生，这里是贺氏酒店总台，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哦，怎么了？是这样的，我们小贺总安排将您换到顶层的总统套房，请问您现在方便吗？方便。他心里果然还是有我的。顾思强，我佩服你的胆量，你算是赌对了。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哪里哪里，咱们顾贺两家世交多年，早已知己知彼。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些什么？只要不阻止贺怀臣拿下龙城西的项目，促进我和他的联姻，你我绝对是赢家。吉洛，顾少，贺少，坐贺少旁边。贺少，一点薄礼，请笑纳。贺少，如果您不嫌弃，今晚就让齐路来照顾您吧。哎，什么叫嫌弃啊？怎么会啊？啊？你他妈知道老子是谁吗？知道疼了吗？知道我是谁了吗？什么情况？莫凡是我什么都没。给我闭嘴！你说，他刚才看到这位小姐进去之后，就突然发火，拿瓶子砸我。贺家贝，你现在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还跟服务员这种下人计较？凭什么他能进去，我还得在外面站着？顾公子，现成了，咱们改日再聚。赶紧走。看一下。怎么样，没骗你吧，是个好项目。没骗人。你在美国总公司的时候，我就叫你看看这个项目，你说等回国，你要是那个时候就签约的话，你现在赚了多少钱了？钱总是赚不完的嘛。谢谢你了。干嘛那么见外嘛，走啊，我请你吃饭庆祝一下。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吧，如果你要请我，我就不去了。好啊，你请我。我还有点事要先忙，你先等我一下。没问题。都搞定了。进来吧。不好意思啊。贺家贝。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旁边喝着呢。你也进来坐吧。好啊。你就坐这儿。顾哥。没事吧家贝。今天这个局呢，是为了庆祝我们家老大晨晨和北美鲲鹏资本总裁宋明泽宋总回国。我们宋总呢，也是我们卓正北美分部的
负责人。这位是龙城顾氏的公子，顾氏总经理顾思行。这位是港城沈氏二公子，也是纯心所的设计和总监沈博言沈总。不用介绍了，我都认识。久仰久仰。嗯，这个是我弟弟贺家贝。哎，好了好了，你倒是给自己安排好了，怎么不给三位少爷叫几个妞啊？都不叫。行吧，咱们开始吧，喝点酒，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啊？真心话大冒险。明显了吧？那你们说玩什么？要玩就玩点刺激的，人选自定，牌面自定，输的就要喝满杯，全的。这有点欺负人了吧？三位少爷酒量都不太好，都酒精过敏。我觉得挺好的呀，要不我先来。沈总，你选什么？我选真心话。嗯，你有过几个前任啊？五个。不能撒谎啊。真的就只有过五个？嗯，那你睡过几个？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到我了。你们真的离婚了？大小姐居然结过婚？我不知道啊。就是。没有。什么嘛，谁传的谣言啊？看到沈博言刚刚的表情了吗？他肯定以为你结了还没离呢。刚刚那会儿功夫，指不定怎么在心里说服自己做小三呢。轮到这位帅哥了吧？我选大冒险。在场你选一个人，牵手深情对视，谁要是先笑或者躲的话，就罚一杯酒。这么好的机会，当着他们的面去拒绝，我怎么能放过？看够了，是不是该恒心了啊？我玩得起啊。准备接受这一轮的暴风雨吧。行，你问。那就说出你列表里十个你喜欢的人。十个？十个。行，我说。两个还没出道的练习生，两个小明星，一个制片人，一个医生，一个画家，还有两个新认识的车友，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你。我说的是异性之间的喜欢。你刚没说异性。行了，到你了。我选大冒险吧。在场你选一个异性亲一下。我我姐，选我，选我。滚。姐，你用点力呀、你。闭嘴啊。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儿吧，我有点累了。过两天我们再约，喝完这杯我们就先撤了。来来，杯中酒。沈大公子，你这是不给面子呀，酒精过敏一点都喝不了。哎，还没问我呢。哎，拜拜。哎，顾哥。说吧，三个人选择哪个？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宋明泽呢，是你前任，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也只能是前任了。但是他会无条件的帮你，做个异性朋友也挺好。沈博言，他应该是你心里的白月光、朱砂痣。别人都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但是当初他也没有挽留你，你也没有勇气，恐怕现在也很难有了。顾思行体贴入微，长得又帅，
他出他住，你觉得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嗯，搞了半天还是没选。我要男人干嘛？我有你就够了。真的？哎呀，小李怎么还没来啊？二嫂，二少爷，因为老太太和二哥有要事在身，我就请大家吃顿便饭吧。三哥，你叫我小吴就行。这年龄不重要，但这辈分他不能乱。是有点接不住啊，你就比我大几岁，我还得叫你声小妈。小鹿，辛苦了。为贺少服务，一点都不辛苦。真懂事儿啊。哎，贾贝，既然你到了贺家，就要遵守贺家的规矩啊。有些玩笑可不能乱开哦。二嫂啊，你有孕在身，切不敢乱发脾气啊。来，吃吧。三叔啊，你这招待的也忒好了吧。你就是刚回来，以后呀你习惯就好了。嘿、哎。慢点吃。二嫂，你喝点汤啊，补补身子。谢谢三哥。我憋不住了，我。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三哥啊，你说我这嫁进贺家来一直都没有什么话语权，这现在呀又来了个混世魔王，天天给我气受。我呢倒是无所谓，可我担心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呀。这个孩子不成器，想要改呀为时已晚，只要他在贺家一天，他对你我都不利。那我们娘俩的未来可就靠三哥了。这个你就放心吧，于情于理我都会帮你的。那三哥需要我来做什么，我一定配合。哦，舒服多了。吵起来了，都怀着孕呢，动这么大气。他肚子里那哪是孩子呀，那是一肚子坏水，吃了个饭就闹成这个样子。他顶个大肚子还能掀起什么大浪？他呀，他是想把你找来的弟弟赶出家门。就凭他这出道贺家辈，老子精心布的局他说破就破。大少爷，你长子长孙的地位那是无可撼动的，那继承权那于情于理也该交到你手上啊。感谢三叔台。没有没有，大哥对这个家族的贡献太大了，对我们几个弟弟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我看到你就想到他了。二哥，现在大小姐也回来了，那还有个私生子，这肚子里还有个孩子也没有出生，我这方年龄太小，没有资格去继承。你三叔我也没能耐，我也没办法跟小辈争，所以我只能辅佐你上位。道祖启程了，那就一个一个铲掉。难得今天只有咱们一家子坐在一起吃饭，当爹的有话要说几句。晨晨呢，每天都在忙，当爹的想找个机会啊跟你好好聊一聊。小贝呢刚刚回到这个家，当爹的前20年没给你的
一定会慢慢补给您。但是，你们都不在家的时候，是无尽一直陪着我。在我身边的时候啊，也是他在一旁守候。无尽虽然年轻，但是他是我现任的妻子，还有身孕。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他，平时不要惹他生气。老爸说这话是在点谁呀？来，辛苦了小妈，怀着孩子还要操心这操心那，一家人嘛，和和睦睦的最重要。这杯酒我敬您，您喝水就行了。无敬，你告我状是不是？你这话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我就是你的眼中钉是吧？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贺家的，我不是吗？我凭什么让着你啊？弟弟，这话是老爸说的，你别光捡软柿子捏。你们真当我傻是吧？啊？好了好了，刚才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你们天天剑拔弩张，怎么还吵起来了？给我坐下，好好吃饭。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这样哭对宝宝不好的。你这当家的也太没本事了，我要去找老太太评理。好了，先别哭了，别动了胎气，有事儿说事儿啊。妈，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你不是待得好好的吗？这又受什么刺激了？你问他呀。贺家贝，你做什么了？无敬，他就是看我不顺眼的。贺家贝，刚刚叫你尊重点，无忌是你能喊的吗？老二，你闭嘴！家里的事闹不停，闹到大堂来了。那，让我今天来评评理。为什么觉得他看你不顺眼啊？因为我威胁到他肚子里的孩子了呗。此话怎讲？他在贺家哪里受了委屈？是啊，你说说看，我们好吃好喝的管他，受什么气了？好吃好喝我都能供得起。小贝来到这个家之后，你们都说他是私生子，都欺负他。你们贺家家大业大，就这么对待孩子的吗？我们贺家的事情，轮得上你这个外人嚼舌头干吗？妈。是啊，老太太，你们豪门的事我们一介平民不懂，但是都是当妈的，你的孩子受欺负了你能忍吗？私生子也是儿子，贺家贝在这个家里就应该被公平对待。怀孕这孩子竟然把外人找回来对付自己家里人。李云云，你对我妈尊重点。好了好了，咱们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妈，你也早点回去休息，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晚辈做就行了啊！靠你们能行吗？我这一身老骨头就是个操心的命。妈，是孩儿不孝给您添堵了。晨晨文文，赶紧送老人家回去休息，我来处理这里的事情。你总算是干了一回好事。走。照你这么说，威胁他孩子的人不光你一个人，他为什么他会盯着你看呢？他就是挑软柿子捏他。软柿子？你可不像是软柿子。我脾气是硬了点，可是姐，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上次吃晚饭的时候你不也在吗？晨晨，要不你先评评理。家里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吧。
还是晨晨懂事。那那小姐，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吵架，你怎么知道家里的矛盾呢？你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刚刚也没见三叔替谁出面，怎么我一开口您就说话，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可别，我是对家里的晚辈一视同仁的。妈，妈，我的好儿子，可委屈你了。李云云，你怎么跑来了？你个杀千刀的！你看什么你？小雨，你这是带回来什么人？奶奶，这是我妈，我亲妈。何少阳，孩子我给你养这么大，你说让我给你送回来，我就给你送回来了。孩子来到你们贺家就是来受气的吗？贺家欺负人了，不给人留活路了。今天我必须讨个说法。你们告诉我，我们家小辈到底能分到多少遗产？长舍父，你这吃相真的很丑啊。我儿子就是我的资本，就凭这么多年，我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就凭贺少阳这么多年对他的不管不顾，我们娘俩都应该拿到这份赔偿。你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哟，这又是哪位啊？贺家还有我没见过的小姐？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二叔的新太太。贺少阳，你老当益壮啊，他可比你女儿都小吧？你们这一大家子可真够乱。哼，你怎么说我们当家的呢？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哟，瞧把你嘚瑟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早晚有一天你会和我一个下场。少说风凉话，我二婶可怀着身孕呢。哦，我总算弄明白了，就是你这个狐狸精凭着肚子里的野种就欺负我们家小辈是吧？你个狗仗人势的东西啊！当家的你管管呀，你就是凭他这么说我。李云云，够了，是个儿子，我们就事论事。他都快骑到我头上了，你还跟他就事论事？妈，没烫着吧？儿子，他打我。无的，你他妈有病是吧？贺大小姐日理万机，怎么能想起翻我的牌子了？上次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好了，别贫了，我来找你是有正事。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是说过可以免费给我画设计图吗？别让我信不过，而且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设计师。是啊，我说过。嗯，大小姐这么一夸我呀，我都要找不到北了。好了，言归正传。嗯，你先看看。是不是顾思行说的那个游乐园项目吗？看来你还是跟他合作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提防着点儿。哦，你怎么变得唠唠叨叨的了？就算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在我这个太岁头上动土。说到底，人心隔肚皮。你不会觉得我在故意给他泼脏水使绊子吧？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他的确没有胆子害我呀。你别管我是跟谁合作，我只需要拿出最有竞争力的方案，而且我有的是办法保证自己的权益。行，你有这个戒备心我就放心了。喂，妈。什么？怎么了？我奶奶进医院了。那我陪你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算了，你现在还是不要出现在他们面前比较好。奶奶怎么了？你奶奶刚睡着。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你奶奶交代的。阿宇，是晨晨来了吗？奶奶，是我。到底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怎么就进医院了？你小后妈流产了、那真是太不幸，到底怎么回事啊？倒也不是他的错，不是那个私生子的生母给害的，昨晚上就进医院了，他们现在才告诉我，现在这个家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这个孽障，我就不该答应让他进贺家的门。他在外面放养了20多年，早就已经不需要贺家的供养了，还不如就给他一笔钱，早早给他打发得远远的，省得让他再祸害其他人。您别操心这些事了，这两天您先好好休息，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剩下的事情我会酌情处理，以后我还要依靠您呢。好好，还是我们晨晨最贴心。阿宇，今天也辛苦你了。没事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真好，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妈，到底是我那儿子没福气。您还认我是我的福分。你奶奶刚才说的话，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话里话外都在为贺怀宇开脱。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妈妈希望你健康、快乐、平安。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真正血脉相连的亲人，除了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了。贺家那些狼子野心的家伙，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你一定要格外小心。我当然知道，不过凭我一己之力对付他们绰绰有余。妈妈相信你，但妈妈心疼你。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好。奶奶住院你去看过了吗？当然了，我还好奇怎么一个家属都没有来。医生说人多影响老太太休息，可这句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医生说的。大哥，这话说的还真有意思啊，在医院不听医生的，难道全凭患者家属意愿行事？那出了问题算是谁的责任啊？大哥，你女儿还真是伶牙俐齿。晨晨，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奶奶，医生说不可以人多聚集，但没说不可以一个个去看，别为你们的不孝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不用你说，我自然每天都会去。奶奶，今天好些了吧？你们要是消停一点啊，我也就好得快一点。是我的错，都是我识人不清，把猫外狗全往家里带，我的错。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要苛责你什么，以后啊，你就要多多去看看你二婶，你劝劝他，他还年轻，要好身体啊，孩子随时都可以要，别自己想不开，那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是奶奶，我保证完成任务。好了，你以后啊就不要陪着我这个老太婆无聊了，看完你二婶啊，你该干嘛干嘛去。奶奶，我是想多陪陪你，可是你要休息，我就先走了。好了好了，哎，老太太住院期间定睛点儿，都有谁来探望，探望了多久，我都要清楚的知道。是。今天去医院看老太太了吗？去了。三叔去过了吗？我肯定去了呀，那是我亲妈。那你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但这老太太一生病，
他肯定着急着分割财产。完了，老太太偏袒的丫头，这怎么办？我觉着吧，咱们不必担心，他比我们还着急。他急什么？51%的股权在老太太手里，那他不说谁是谁？既然拼项目本身毫无胜算，那不如干脆给他来一招釜底抽薪。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只要把那份股权转让合同找到，在我姐发现之前把字签了，那他的生死去留不全由我们说了算了吗？妙啊，真的是妙啊，没想到我这小侄子平时不吭不响的，竟然还是个高手。谁说不是呢？还是年轻人的脑子好使啊。真是，要不说会咬人的狗不叫，那行不行，看来是万万留不得了。否则，三叔，那我们先告辞了。好。喂。喂。趁老太太在医院，都给我盯紧点儿，把该清理的都给我清理了。放心吧，一定都做得干干净净。妈。啊，老三来了。妈，这几天好点了没有？我快担心死了。你担心什么呀？哎呀，您这话说的，我肯定是担心您的健康啊。是担心你自己吗？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消息确认过了，这几天和后海辰一起去看老太太的就是律师。这么着急定遗嘱，你们做初一，那我就做15。找几个人好好招待一下我的好妹妹，还有那个律师。马上去办。晨晨，这是我跟你提过的，你三叔做的那些龌龊事。三叔平时看起来不争不抢的，暗地里竟然做着那么多龌龊的事。你帮奶奶去调查清楚，看看你三叔到底亏空了多少。放心吧，奶奶，您就安心养身体，妈妈平时也会来照顾您的。我的好孙女儿，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都在享受着美好的青春，但是你不仅要操心你名下好几个公司，还要跟家里所谓的亲人斗智斗勇，还要照顾我这个生病的老太太。奶奶，作为贺家的一员，我本来就有义务为贺家做事情，而且奶奶你这么偏爱我，我更应该为您排忧解难。丫头啊，你在工作之余要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好好休息，你看看你这段时间人都瘦了。还有池律师，你辛苦了。先不说我和晨晨是好朋友，作为律师，这些也是我应该做的。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老了，以后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以后啊，池律师，晨晨的工作离不开你的大力支持。您就放心吧，我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是晨晨帮我渡过难关，我一定会知恩图报的。您就别为我操心了。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先走了。老板有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老板是谁？这么冒昧的出现，也不自报一下家门。别敬酒不吃罚酒。
你好啊，贺家大小姐。你是谁？别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当面说话。出来，我身上可是绑着炸弹的哟，万一你不配合，我可是要引爆炸弹的哟。你现在犯的可是绑架罪，趁现在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劝你早点收手。你叫我收手，我就收手，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还是贺大小姐懂礼数。听说老太太把股权转让协议签了，只要你乖乖交出来，我就放你走。冲着股权协议来，就说明是自家人，应该没有那么大难让死不掉吧？你是贺家人？贺大小姐是智商有问题吗？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我是谁？不给你吃点苦头，看来你是不会交代了。贺大小姐果然漂亮，受伤了还这么美，可惜我是个不会怜香惜玉的人。没错，我就是个畜生。住手！你现在停手，我们还能帮你求情。法网恢恢，你是跑不掉的。我当然跑不掉，我也没想过跑。实话告诉你吧，我得了癌症，所以他们来找我执行这个任务。今天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贺怀臣，你也听到了，你面前这个亡命之徒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要死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拖上这个得了癌症的可怜人？如今这个社会有钱就有一切，没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愣着干嘛？给我打！不要！还愣着干嘛？给我打！住手！你要打就打我！不要！不要！还想学别人英雄救美？股权和遗嘱不都是你经手的吗？我不会交给你的！住手的鸭子，嘴硬！看来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贺小姐应该没有享受过电影的乐趣吧？今天我就满足你。住手！陈震。把他带出去，警察应该马上就到。这个玩偶身上绑的炸弹，应该是有人在远程操控。你现在自首，法律会给你轻判的。一旦引爆炸药，就无法挽回了。别拿你们那一套说辞来骗我。你们把股权转让书交给我，我就考虑不引爆炸弹。不然你们都得死。不是我一个儿子吧？股权转让书，你是我们贺家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刚回国你就送了我一份大礼，是你吗，我亲爱的好大哥？我亲爱的妹妹，这么快就猜出我是谁了？这个游戏也太不好玩了。这个蠢货怎么自己就出来了？别拉我下水啊。不对，你不是贺怀玉，哪有绑架者说出自己身份的？你不是贺怀玉，那你是谁？别动，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引爆炸弹。好，我答应你，我交出股权转让协议，但是你总要告诉我交易地点。贺怀臣，你记住，我能抓你一次就能抓你第二次，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到时候交易地址你自然会知道。今天就先放了你们。真的要交出股权协议书吗？绑架者交给警察处理就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可千万不能交啊。我怎么会交出股权转让协议？
这不过都是缓兵之计而已。那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会加倍人手。他们白发鬼夫，还要在永恒怀里什么地方？妈，晨晨没事的，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您不要太担心了。我怎么会不担心呢？他以后还要面临更多的磨难。奶奶，晨晨，你终于醒了。奶奶年纪大了，心脏真受不了了。对不起，奶奶，害您担心了。晨晨命硬着呢，您不用担心我，保重身体最要紧。晨晨，嗯，警察已经把贺华宇带走问话了。可我觉得不是他。我也觉得怀宇这孩子不至于做出绑架妹妹这么恶毒的事情。我都这样了，奶奶还想维护大哥。你为什么认为不是他呢？因为那个玩偶亲口承认他自己是贺怀宇，如果真是他做的，没必要把嫌疑揽在自己身上。可能他是故意混淆视听，误导你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头好疼。我想先休息了，奶奶，您也回病房休息吧。好，好好休息吧。嗯。哎，我们走了啊。只有拿出证据，奶奶才会相信她的好孙子如此恶毒。嗯，老大。嗯，我查到了一些关于三叔的实证。以权谋私，以次充好，暗地里收购散户股份。三叔啊，三叔，你是真的不想安享晚年了？你好好回忆一下那天的经历，我帮你分析一下。那天我和池律师从奶奶病房离开，在地下车库的时候被几个黑衣人拦住了。我打退了他们以后驱车离开，一路上被一辆车尾随，甩掉了他之后被另一辆车撞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地下室了。撞你的车一定是安排好的。那几个黑衣人长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人家来绑架会让我看清楚长相吗？这些警察都已经问过我了，说还在调查中。嗯，那你有怀疑的对象吗？对了，忘了问你了，为什么你会第一时间出现救我？好，这个问题警察也问过我。嗯，是宋明泽发给我的定位。宋明泽？是的，他和你的iCode有关联。他说你定位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动，后来直接关机。他感觉不对，他就发消息让我报警带人过来看看。您不是号称情敌吗？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我们才不好呢，不过只有他知道我会不顾一切的来救你。那你就不怕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也丢了？嗯，万一救不出的话，与你同年同月同日死也是我的荣幸。我是一个笨拙的学艺人，没有天分，只有苦学。废物，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藏獒呢。你们俩连个女人都打不过，不是说好的万无一失的吗？滚！滚！没用的废物，通通给我消失！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是，可是绑架贺怀晨的又是谁呢？你问我，还不快去查？好的，我现在就去。到底是谁敢跟我抢夜？
奶奶，我是不是让您失望了？哎，傻孩子，你怎么净说傻话呢？你的安危就是奶奶最关心的。对了，奶奶啊，警察那边怎么说？警察那边调查清楚了，不是怀宇干的，还他一个公道，人已经出来了。不是大哥干的，难道是三叔？你查到什么证据了？关于绑架我的事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但是唐鑫找到了三叔亏空公司的证据。这都是三叔亏空公司的证据，这么多。还有，你先不要打草惊蛇，看看这个不孝子还有什么动静。晨晨啊，看到你没事儿，我和你爸就放心了。虽然我住院的时候你也没来看过我，但我可不能像你一样不懂事儿啊。表面上关心我，实际是指责我，把我当傻子吗？小妈，您身体刚好就来关心我，我这个做晚辈的不应该让长辈这么操心。晨晨啊，您小妈也是关心你，您怎么说话呢？爸，您也太敏感了吧，是您说我们不在国内都是小妈照顾你，说起来啊，我真应该向小妈学习怎么照顾男人。听听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呀，当初你直立人贺家被进门，不就是为了对付我吗？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晨晨，我把你养这么大，就是为了今天你来气我的吗？爸，是他先挑事儿的，我这是关心你，怎么还变成我挑事儿了？真是狗咬吕洞宾，你孩子没了，又不是我做的，是你自己做了坏事的报应。你这是要气死我？听听他说的，这都是人话吗？算了，你身体刚好，今天不跟你计较，我们走。这家里又有热闹。别生气了，我错了，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哼，本来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我就已经够伤心了，现在还被他说成是报应。哎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明天我带你去买包啊！买包就想打发我？你是有几个孩子了？你可以不在意，但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呀，如今我连这一个孩子都没有了。哎，宝贝，别生气了啊！你说吧，你想要什么？这大哥现在不在了，按理来说，是不是应该你去接管贺家，长幼有序？可这晨晨呀，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以后终究是要嫁人的。可我们不一样，我还年轻，我们还可以再要一个儿子。还是你想的长远。虽然我对贺家企业没有争夺之心，但是如果真被晨晨接手了，他一旦出嫁，这贺家的财产就变成外姓了。我觉得我还是得生个儿子才能保证姓贺。老公，你这么想就对了。还是我老婆小起来好看。德性。听说你没事儿，这次打点花了不少功夫吧？谁说我打点了？没有打点，你怎么出来的？我还没动手就被别人抢先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做的？当然不是啊，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你第一时间赶到呢？我能赶到是因为宋明泽发了定位。宋明泽？他怎么又和这事扯上关系了？你还是不信任我，那我多说无益。不是不是，我是实在想不出来是谁吗？会不会是你三叔？三叔？这个老狐狸竟然背着我们自己动手，
我去找他问清楚。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的晨晨命真苦，当大哥的容不下他，当三叔的也要置他于死地。嫂子，今天不去购物，怎么有空来健身啊？我可是怕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没命花你们贺家的钱。嫂子，你这说笑了，你这福大命大，怎么可能没有？哎，嫂子，我投资了一家叫牛油果的健身房。有空过来，我做你私教。那我今天晚上包饺子，不知道三哥是否肯赏光？好吃不过饺子，等我。哎呀，还是三叔玩的高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说让我们怎么合作下去呢？韩宇，你把话说清楚。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在我们这些小辈面前玩老谋深算，难道他知道我亏空公司的事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合作就是要开诚布公，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好。绑架傅怀晨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这件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还以为是你做的呢。我是想做啊，但被人捷足先登了。吴静，一定是你把他搞流产了，他自己孩子没了，然后想绑架，拿股权输，谁让他欺负我妈的？他活该没孩子，他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第一野心可真大，有心铲除贺家所有的人，不能妖狐为祸的。谁的小兔崽子，我能隐瞒？哎。说吧，你们背着邵阳找我出来有什么事情？二婶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你别跟我拐弯抹角的，你把那个小贱种找回来，把我害得这么惨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今天就是想问问，绑架贺怀晨的事儿是不是二婶做的？我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他都把我推流产进医院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吗？但是绑架也不用你亲自动手。是我做的。你来了，你身体没好，不能这么熬夜。我没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你这样我会担心的，公司有我。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只不过我躺了好长一阵子，想活动活动筋骨。对了，关于绑架者的事，你调查的怎么样了？证据都被警察收走了，只能动用社会关系，所以调查起来会比较慢。没事，那你继续查吧。要真是我做的，我还玩什么绑架呀？我干脆直接让他消失好了。他平时在家里就没大没小的，当着他爸的面就敢欺负我。这我要是知道是谁绑的架，我还得谢谢他。你看看，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就说嘛，这不可能是嫂子干的。既然二婶都这么说，那我们就是同一战线了。你想想，这老太太大老远的把晨晨招回来，还有意的偏袒他，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我们自然是同一战线的。
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已经有120个小时26分38秒没有看见你，所以想你来看看你。顾大少爷平时都这样泡妞的呀？我平时哪有时间泡妞，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别贫了，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好吧，想你是真的，但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就是我们游乐场那个项目已经顺利动工了。嗯，确实是个好消息。那我们去庆祝一下。嗯，走吧。来，坐。你包场了？请大小姐吃饭，怎么能随便呢？几年不见，泡妞的本事一套又一套。人不是活一辈子，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想我到七老八十快死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只有我们现在在这里。顾思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心里住的是别人，而对你只是感动，你会怎么想？你什么都不必说，你只要记得你累的时候你可以永远依靠我。我还有惊喜要送给你，来，跟我走。我看要小心你才对，人家刚帮你进了贺家，就一脚把人家踢。多谢弟弟提醒啊。哎呦姐，你这就生分了，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以后姐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说一声就行。对了，我还有文件要看。嗯，你先忙你的去吧。哈哈，好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去吧。奶奶果然猜的没错，这一窝豺狼虎豹有的玩了。晨晨，既然这个人是冲着股权转让协议来的，那我们就给他。给他？您的意思是？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意思。哦，我懂了，您是想看看谁在觊觎这份协议，谁就有嫌疑。嗯，我只需要放出诱饵，鱼就会上钩。对了，我们家晨晨啊就是聪明。喂，星星，把调查重点放在贺家贝身上。贺家贝，那个刚进贺家的小屁孩？对啊，之前因为他刚进贺家，所以完全没有注意过他。好的，我马上去查。对了，贺怀宇和顾思行那边也帮我派人盯着点。好的。风向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为什么人总是在短暂的东西上追求永恒啊？啊，你说什么？声音太大了。没事。有没有人告诉你，烟花绽放的声音就像心跳？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是吊桥效应？姐，怎么样？伤好些了吗？嗯，已经痊愈了。哎呦，那个太好了，弟弟我呀可担心姐姐了。今天他这是要唱哪出呀？哦，我以为你只是担心你在家里的地位呢。担心地位是不假，咱们两个才是一家人嘛，我们这一家人的地位牢固了，我的地位自然就有了嘛。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嘛。跟我套近乎打感情牌，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嗯，对，我弟弟说的太有道理了。我的好弟弟，还有什么要跟我说？你一定要小心贺怀宇和顾思行。今天把大家聚到一起开个家庭会议。
是要宣布股权分割，还是要宣布遗产啊？没大没小的，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哼，我不像有些人，明明就很想争，当婊子还立牌坊。你说谁呢？没大没小的，老公，你不管管他，你就让他这么欺负我？小贝，你太过分了！之前推你小妈的事还没跟你算账，今天这么多人在场，让别人看笑话了。哼，二哥，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今天哪有别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这个好爸爸的意思，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有你都是外人，他和这个狐狸精才是一家人。你住嘴！你一天都没养过我，你凭什么打我？之前是没养过你，以后你吃得住的不都由我来负担吗？李云云没好好管教你，我这个当老子的就要好好管教你。死老头，想打架是吧？老二，够了，你真的太过分了。他是你爸爸，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绑架我的事就是你干的。贺怀臣，你别在这胡言乱语。我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说清楚这件事的。是的，你们都静一静。今天这个家庭会议就由晨晨主持。我受够了你们一个个的吵吵闹闹的。我要回房间休息，走。哎，外面太吵了。我不想参加了。您放心，大小姐一个人。她总要面对单打独斗的时候，以她的能力啊，这点儿啊不算什么。好的，你安心休息吧。哎。这是我调查到的证据，你贺家贝就是绑架我的幕后主谋。这是我在你原来家里找到的电脑监控截图画面，画面上被绑着的我和池律师清清楚楚。还有，这是你用玩偶说话时的变声器。我的好弟弟，为了对付我，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原来是你呀、啊，这私生子就是私生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我就说嘛，谁胆敢绑架我们贺家的大千金，原来是你这喂不熟的狗啊。不是的，不是的，这些都是贺怀宇让我干的。就知道他们是一丘之貉，没想到这次能一箭双雕。一个疯子说的话，你们能信吗？这里是贺家贝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来他也知道，算了，先扫清贺家贝这个障碍吧。警察已经调查过大哥，还大哥清白了。这个疯子，临死还想拉着我们贺家大少爷垫背，还好我们怀宇阻止多谋有备在先。他都敢打他亲爹，现在又绑架了他的亲姐姐，说他不是精神病，谁信啊？看着这一屋子狗咬狗的大戏，属实过瘾。好了，得了这个病，法律都奈何不了他。你们都少说一句吧。来，你看，凭这一张纸，你们就信他了是吧？也对，你们一个个的都心怀鬼胎，早就等着看我出局了吧。万一这小子口无遮拦乱说话怎么办？加贝啊，其实怀宇是在帮你、你想想，这绑架是多大的罪啊，你是愿意去坐牢还是住医院？怀宇把我当枪使，你给我等着。我已经报警了，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
贺家辈，不是我容不下你，都是你咎由自取。你们还有谁不想让我好过？都放马过来吧，我贺怀臣接招。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之前都是你给我带来惊喜，我今天带你来体验一下你绝对没有体验过的东西。这是手工皂？我一个大男人不合适吧？这个就像焚香一样，既可以提神醒脑，又可以舒缓情绪。真的有你说的这么神奇吗？我之前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自己亲手做一做手工皂。你要不要试试？简单来说呢，先要萃取植物精油，然后化茧、搅拌、入膜、脱膜，最后再进行切皂。整个过程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需要很大的耐性和细心。怎么样，你想不想亲手做一块试试？只要你喜欢的事情，我都愿意陪你做。我们一起做吧。是这听说你最近跟贺怀臣走得很近呀、啊？这似乎是我的私事吧，跟我们的合作没什么关系吧？你说要跟我合作，你跟他走得这么近，你还不了解你这个妹妹吗？胆大心细，我不这样怎么博取她的信任呢？还帮她拉了不少项目呢，这也在我的计划之内。我说了，能让你赢，就一定会让你赢，等着看就行了。嗯。我就说顾思行这家伙不靠谱。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吗？你先坐。那，谢谢。昨天晚上我在酒吧看到了顾思行和贺怀宇在一起。他们说什么了？酒吧太吵，离得又远，没听清。上次贺家贝说要你小心他们，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好，我会小心的，你也别太担心我，整日胡思乱想的。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顾思行不是什么好人。这段时间的相处告诉我，顾思行并不是什么坏人啊，而且他还给了我很多好的项目。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什么让你丧失了判断力？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我的好闺蜜啊，我有喜欢的人，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是，我不是应该为你高兴吗？可我……贺大小姐主动约我，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今天有点事想问问你，上你的车。嗯，好，请。嗯。
这个，还有这个，谢谢。好的，请稍等。开车不喝酒，今天就喝柠檬水吧。啊，难得贺大小姐主动约我，还不让我喝酒，不可以让司机来接我们吧？随便吧。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呢？有人看到你昨天晚上和我大哥在一起。对，昨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喝酒。方便告诉我你们聊了些什么吗？嗯，当然是因为你啊。因为我？对啊，你想接管贺家，总得知己知彼吧。这么说你是间谍了？哎，请叫我特工，帮你打探一下情报嘛，叫间谍这么难听干嘛？那这位特工先生方便告诉我都打探到了些什么吗？你大哥这个人不太好对付，哪有那么容易就信任我啊？所以你什么都没有打探到，那你可真不是一名合格的特工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想拉拢我，对你使坏。所以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啊？还能有什么？无非是一些豪车、美女、房产、钞票这些。其他东西我知道你都有，可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有美女哎。可是我的眼里就只有你这个美人啊。是时候谈谈我们联姻的事情了。思行，我……你是因为我跟你大哥喝酒，所以有所顾虑吗？不是。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贺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对不起，我已经努力跟你相处了，但我始终不能把你放进我心里。可能那里住着一个人吧。正因为这样，你才更需要我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单打独斗，你就算接管了贺氏集团，你想想这背后还有多少暴风骤雨在等着你。我们两家强强联合，你的地位不是更稳吗？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在雨里奔跑。以后我来做你的伞，为你遮风挡雨，你没必要这么辛苦。我已经习惯了依靠我自己，不然我也不会一个人跑到北美单打独斗那么多年。我在北美的分公司和国内的总公司不都是我努力的证据吗？如果我想依靠其他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好吧，我尊重你，吃饭吧。无言以对，是你嫁给我正男吗？如果有一天你一无所有了，我会回来求你。老大，我们今天陆续收到几家公司，以我们工程检验不过关，我们批下来的地被收回，没有买卖所属权等理由解约了，而且让我们承担巨额的赔偿。情况去核实了吗？情况属实。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吧。喂，陈叔，上次我们谈的龙城旧城改造和建设绿化新龙城项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考虑的怎么样了？丫头，你还好意思问我？还请陈叔赐教。上次你差人给我送来价值800万的十棵松树，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结果在我院子里没到三天全死了。你知道我们生意人树种下去活不过三天是一件多么晦气的事吗？我，陈叔，您说的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清楚。800万的松树谁送来的？最近跟我洽谈合作的除了你们贺家，谁还会有这么大手笔给我送礼？别说了，我都自顾不暇了，别再来烦我了。什么情况？有人以我的名义给陈叔送了十棵坏松树，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故意陷害我呢。陷害你？花800万？这人跟你多大仇多大怨啊，这么下血本啊。先不管这些了，先清算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损失。我看呀，现在把贺家交给晨晨，这贺家迟早会败在他手上。晨晨啊，还是年纪太小，不适合挑起贺家这个重担，还需要再多学习。学习？跟你学习。妈，
哎，晨晨毕竟是我生的，这孩子我了解，在识人决策、待人处事方面，我还是可以教教他的。你识人？奶奶，晨晨，爸，小妈，奶奶，我，孩子，你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做生意嘛，有赚有赔，胜败乃兵家常事。孩子，没事的啊。嗯。老太婆子，也太偏心。哼。二哥、二嫂，你们家晨晨这回可闯了大祸了。这么一来，他拿下湖畔夕阳的项目可少了很大把握呀。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才来找三哥帮忙吗？我身体不好，平日里无暇顾及公司的事情，但作为公司的股东之一，我还是有一点话语权吧。那可太有了。二哥，自从大哥走了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哥哥了，也是这家里最年长的男性。也不知道老太太怎么想的，怎么会让小辈们接受贺家？这在我心里，二哥才是不二的人选啊。就知道三哥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也应该让他们明白明白长幼有序的道理。这长辈还没入席，小辈怎么能先动筷子？三弟啊，你的脑子好使，你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老太太占 51% 的股份，所以她有话语权。我们只要想办法从她那里拿到 2%， 然后再联合其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我们不就有话语权了吗？嗯。我还以为是多好的办法呢，这 2% 说的轻巧，这实施起来可是比登天还难。对啊，先不说这 2% 能不能拿到，光是联合这剩下的 49% 就已经很难了。哎，二哥，你就别操心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剩下的股权我来办。股份的事情就麻烦三弟了啊，等我接管了贺氏集团，少不了你的好处。那就辛苦三哥了。来，二哥呀，二哥，你身体不好，就别来掺和。我调查清楚了，公司所有亏损和解约的订单都跟顾思行有关。你还有脸来？行行，让他过来吧。那我走。哎，嗯，晨晨，有话直说。一大早上喝咖啡，昨晚没睡好吗？是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免得被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你听我解释。给你一分钟。晨晨，别这样好吗？我们好好聊聊。你继续，还剩55秒。好，你不说话也行，那你听我说。我知道我给你推荐的那几个项目把你的公司给害惨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要故意陷害你的意思。我也是受害者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叫人去查我的公司啊。说重点，还有30秒。晨晨，难道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的你都忘了吗？就算这些你不愿意想起，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笑过哭过的那些时光 你也都忘了吗？你还有10秒钟。晨晨，我不相信你有这么狠心。5秒。你别这样好吗？3秒。
港南控股公司的资金已经到位，但是仍然有一笔很大的缺口。明天我们去一趟金发实业吧。明天几点？上午十点吧。等一会儿我要和北美的公司开个会。嗯，那你忙完早点休息。放心吧，我可是女战士。听到你开玩笑我就放心了。你忙吧，拜拜。我认识的贺怀晨是个战无不胜的王者。相信你这次。等本王处理点事情，我们出去喝一杯吧。遵命，女王大人。嗯，哎，晨晨，虽然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痛快，喝吧。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啊？怎么会呢？之前你提醒过我，顾思行不是什么好人，就连贺家贝和贺怀宇也提醒过我，我还是傻乎乎的上了当。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利用了你的善良。那还不是我很笨吗？好吧，我的女王大人，看来你的笨也是你的可爱之处啊。来，这杯酒跟昨天那个笨蛋的我告别。昨天的我太容易相信别人，太感情用事。这杯酒敬我们的明天。明天虽然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一定不会让奶奶失望，让那些豺狼虎豹都滚蛋吧。敬我们的明天。我们两个人的明天，都希望你的每个明天我的猜忌。晨晨，顾思行那样的混蛋你都愿意给他机会，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呢？我之前给过你机会，我出国之前你说你没有能力接管沈氏，不能给我幸福，直到我要出国也不挽留一下我。你知道的，只要当时你说一句让我做你女朋友，我就会留下来。我现在好后悔，如果当时不放你离开，对你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现在说这些话还有机会吗？晨晨，晨晨，你喝多了，我带你回家吧。来。顾公子，
要是再不出手，与我们贺家联姻的将会是港城的沈伯言了。哎，小鹿，有好戏看。嗯，你可真坏。那你喜欢吗？来，慢点。晨晨，你喝太多了，我怕你自己回了家，老太太担心，所以就自作主张把你带到这儿。你看，我就说吧，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嗯，你把我带到酒店来干什么？嗯，当然是睡觉啊。哈哈。你看，我就说嘛，带我睡觉、不是那种睡觉，是那种睡觉。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晨晨，你是真的喝多了。嘘。我，你不是说喜欢我吗？我，晨晨，我是真的喜欢你，但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你。不，我不准你走。如果此时的你是清醒的，我一定会用双倍的热情回应你。怀宇啊，现在就我们两个并肩作战了，我们要以诚相待呀。啊，三叔，我一直都以坦诚相待啊。那三叔给你说个消息啊，你二叔他也想斗拳。啊，二叔啊，他就是个废物，哪个股东会买他的账？还有那个小二婶，除了用美色让我二叔唯命是从，他还能干什么？所以啊，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贺怀臣。你看到上次开家庭会议他那副面孔了吗？长幼有序，男尊女卑，这个小黄毛丫头都快骑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你能忍啊？这老太太都发话了，不忍怎么办？这不是你的风格啊。放心，忍不了多久，自然有人能除他。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喂，晚上见个面，商量下一步计划。好的，好的，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请慢用。哎，怎么约这种小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一般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能认出我们。还是顾公子想得周到啊。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我没时间了。你们赶紧促成我和贺怀臣的联姻。昨天谢谢你。跟我还这么客气。昨天我依稀记得一点，我没有把你怎么样吧？哎，怎么不想认账？啊？那我们是不是？什么是不是啊？我不管啊！你要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我还没说你对我负责呢。好啊，我对你负责。不知道女王大人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啊？我。哎呀，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对不起，伯言，一个认识这么久的人突然变得好陌生，
真的很可怕。别人对你或许会变，但我对你不变。别人或许是会变的，但我对你不会变。好了，知道了。我知道，我有任何事情找你，你都不吝相助。24小时，随传随到。仅你可见。我可顾不起港城接班人。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啊。时间不早了，改天再聊吧。拜拜。对不起，伯言。我也知道时间会对于一切。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哦。哦，我懂，双赢吧。还是大舅哥看得懂局势，来走一个。现在就喊大舅哥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是啊，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后面的计划。你只要把我对贺怀臣做的那些事全部承担下来，我和他就还有和好的机会。嗯，然后呢？然后你再放出消息，你对湖畔夕阳志在必得，他就会紧张加大投资。如果他投资失败，我就抛出橄榄枝。你猜他会不会接？他的公司亏损 money 对我们贺氏集团也有影响，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大舅哥考虑的对也不对，投资失败是真，但亏钱是假，钱会一分不少的分给你们。他们三个人怎么勾搭在一起的？这是你拍的？他们正好去了我弟弟的餐厅，我弟弟拍了发给我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应该万万想不到，躲到那种地方居然还能被拍到。是啊，人在做天在看，坏事做尽也会受到惩罚。你快教教我，下次我再遇到他们三个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忍住不笑？我看到你彻底走出来，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倒想看看这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要怎么自编自演。顾思行，喂喂，晨晨，那些事情我查清楚了，都过去了，再查也没意义了。全都是贺怀宇在搞鬼，他把我们给坑惨了。我大哥。对了，我想邀请你吃午餐，我们当面详聊可以吗？定好位置，把具体位置发我。嗯，好，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一会儿见。喂，你明知道他对你不利你还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晨晨，请坐。谢谢。你也去坐。嗯。服务员，想吃什么？嗯，全都要一份。好的，请稍等。晨晨，我给你提个东西。嗯、王总，这次多亏你了。贺少，你真是个狠人，自家妹妹公司你也不放过。做生意嘛，生意场上无父子，何况是自己堂妹。让你准备的松树到位了吗？到位了，就是不知道贺少买这些坏松树有什么用。别打听，对你没好处。原来是我大哥做的，对不起，我错怪你了。那你是原谅我了，不怪我了？嗯，太好了。晨晨，我马上就30了，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我早就跟你说了，我那是开玩笑的。晨晨，我是认真的，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如果现在就拒绝他，这个游戏是不是就不好玩？你也知道现在在贺家所有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现在只想把公司打理好，给奶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好，我帮你。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今天是特别想你的日子。港城的掌门人也会说这些土味情话啊？这哪是土味情话，这是我的真心话。对了，上次你说顾思行不是什么好人，还真的让你给说对了。他对你做什么了？他倒是没对我做什么，只是他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看清就好。今天中午还约我吃饭了。还吃饭？你想吃饭随时约我啊，我24小时随传随到，今天可见。别贫了，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赶紧跟他划清界限吧，别再来往了。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倒是没有你跟他见的一面了解的。我跟你说，也就是你们俩太熟了，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每个人想得到自己的东西都会不择手段的。那你呢？我也会啊，但是对你不会。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不想再错过了。伯言，我该拿什么回应你的深情？贺家的事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你就别跟我添乱了。哎，服务员，上菜。嗯。顾思行，你怎么来了？这，哎，晨晨，来者是客，别这么没礼貌。更何况我们两家还是世交。是啊，这要传出去了，要说我们贺家没教养。那你不打一声招呼就来我家，似乎也没什么礼貌吧。其实思行是来看奶奶的。你找我奶奶干什么？谈谈我们两家的婚事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这种事情不应该是自由恋爱吗？思行啊，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啊就聪明，你们呢小时候感情就好。而且这次啊，你被绑架都是他去救你。那是宋明泽让他去救的。你怎么还跟那个臭小子有来往啊？我看你们家还有要事要商量，我就先告辞了，改日我再让家父登门拜访。那我们就不留你了，慢走啊。我送你。哎，那你要不要把视频拍到的事情告诉奶奶呢？说了奶奶肯定会生气，奶奶的身体哦。晨晨，晨晨，你在想什么啊？奶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对奶奶还有什么不能直说的？不是不能说，是不能在这里说。哦，那好吧，吃过晚饭，你到我房间找我。好，那我回房间了。真巧，我刚想打给你。我感应到大小姐今晚打给我，所以我就主动打过来了。不会因为我说你太呆，你专门去学了油嘴滑舌吧？别贫了，说吧，到底什么事儿？刚才不是你还要打给我吗？还是你先说吧。前几天唐鑫拿来我大哥顾思行和我三叔三个人一起密谋设局害我的视频。他们三个沆瀣一气也不奇怪，说明我的大小姐才是真王者。三个大男人的联盟才能与你抗衡。我都这样了你还取笑？我哪敢取笑你啊，你现在可谓是身陷狼窝，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但是不用担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24小时随传随到，尽你可见。24小时随传随到，尽你可见。嗯，谢谢你。虽然我刚回国，国内可信的人不多，但都是绝对靠得住的人。哦，对了，今天顾思行突然跑到我家找我奶奶提亲。提亲？奶奶怎么说？你别紧张，我当时打发他走了。过一会儿我要去告诉奶奶他们三个密谋的事情，但是又怕他老人家身体吃不消啊。你考虑的是对的，他老人家身体不好，听到这一屋子的人在一起要陷害你，他肯定会生气的。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我知道了，那我去找奶奶了。好。
奶奶。哎呦，我的好孩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喜欢顾思行，能不能不要答应我们两家的联姻啊？你不喜欢，你就直说。在感情方面呀，就不要委屈自己。嗯，我知道了。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我希望你能接受贺家，同时啊，也希望你不要被贺家牵绊着，而不敢追求自己要走的路，勇敢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谢谢奶奶，我想我已经有答案了。我的宝贝呀。嗯。嗯，晨晨，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去泡两杯咖啡。是顾总。嗯，行。嗯。你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我家提亲啊？爱是自私的，我看见你和沈博言走得这么近，我当然着急了。嗯。知道你喜欢喝咖啡，附上附随。我也专门请了一个专业的咖啡师，每天为我准备一杯。来，尝尝，味道挺不错的。嗯，确实挺不错的。我们的婚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准备过两天在我的生日会上宣布我们的喜讯。那就预祝你生日快乐。晨晨，你怎么了？没事，只是觉得头有点晕，整个人轻飘飘的，浑身……哎，晨晨，晨晨，晨晨，你早这样。我就不用下药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就让我们生米煮成熟饭吧。皇子，晨晨，晨晨，清醒，起来，我带你回家。从现在起，不准再靠近晨晨半步。喂，下午三点，我们碰个面。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去老太太那儿把股权转让书给偷出来，或者想办法让老太太把股权转让给你们。没有了贺氏集团这个大树，我再想想办法把贺怀辰国内和北美的公司给收购了，这样你们就高枕无忧了。三叔，不是想把我上位吗？这事儿得你来办。我去，这样失败了怎么办？我们一起去，成功率会高一些。这也好，我们一起。
奶奶。老三，你在干什么？你个畜生！你个畜生！三叔，三叔，三叔，你做了什么？我不想这样的，你为什么不拦着我？我刚找东西呢，我没看见啊。别说了，赶紧把枕头放好，现场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什么？奶奶她出事了！我刚去老夫人房间，发现老夫人没了呼吸。我已经给孔院长打了电话，他说马上带人过来。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了吗？暂时还没有。你先过去，我马上过来。好。喂，奶奶出事了。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影响贺氏集团启动紧急计划。奶奶，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凉？大小姐，孔院长马上就到了，看他怎么说。奶奶的手冰凉，且浑身僵硬，应该是昨天晚上走的。都过去这么久了，晨晨，妈，奶奶怎么样了？妈，我奶奶走了。奶奶的后事都已经办完了，这段时间要处理好公司的事情，稳定住股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被有机人可乘。好的。股东大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下周一。文文，你是奶奶的心腹，公司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你的协助，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大小姐见外了，我从小就被老夫人带回来领养，待我像亲孙女一样，给我一个温暖的家。老夫人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报不完。这个时候贺家一定很乱，是时候处理三叔那个住处。三叔，其实你背地里那些小动作奶奶早就知道了，之所以一直没说是希望你悔改。可是最近查账发现你并没有悔改，如果你愿意收手并让出名下所有股份，我会每个月给你一笔钱，够你一家五口人开销。你个小丫头片子，管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凭什么给你股权？当然不会让你白给，我会出资购买。你说的那些动作呀，是你爸爸让我做的。股份的事情就麻烦三弟了啊，等我接管了，少不了伺候住。那就辛苦三哥了。你爸爸有野心。接手贺氏集团，是他让我帮他做的。我爸，爸，今天来就是想确定一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让三叔帮你收购股份？晨晨，你别听人家胡说。这是三叔亲口说的，而且他有录音为证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非要这么做的。没怎么样，先倒打一耙。是啊。你这怎么能相信外人，不相信自己的亲爸爸呢？哼，
我当然相信我爸，但是我更相信这一切都是我这个聪明的小妈怂恿我爸去做的。你可不能空口白牙的污蔑人呐、说句话、对了，有份文件好像没有拿，快回去拿吧。你在这等我。小心！谢谢。谢谢，你怎么样了？我应该是不能陪你，你只要幸福。喂，妈，赶快安排车来地下停车库，唐鑫他被车撞了。行，你别着急，车马上到。欣欣，你不要睡，你不要睡，你听我说话。以后的路。要是没有我，一定要坚强，知道吗？不要试，不会的，医生马上就到了，不会有事的。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我现在还给你，也算死得其所。不要，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走，你必须得陪着我。没事。别哭了，我只是下去看看。别哭了，你不许胡说，我不许你走。谢谢。我喜欢那个快乐、坚强的你。谢谢。你怎么了？你哭了。唐鑫他出了车祸，抢救无效去世。怎么会这样？亲吻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当时我去地下停车库开车，一辆车冲过来，唐鑫一把把我推开，他自己被车撞。他知道是谁做的吗？还没有，正在调查中。伯爷，我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回来？我不回来。奶奶就不会走，唐鑫也不会离开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原始轨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个灾星。这跟你没关系，你别往自己身上揽，别太伤心，这不是还有我呢吗？什么？你真的不会离开我？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们结婚吧。什么？他们一个个离开我，我真的很害怕，不想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心里真的只有你。只是生气当年你不够勇敢，没有提出来让我做你的女朋友。以上是遗嘱的全部内容。这是董淑华女士在世的时候签约的股权转让协议。现在贺怀辰女士实际控股比例为 61%， 成为新一任董事会主席。另外，按照遗嘱，董淑华女士所购港南区十套房产归贺怀辰女士所有，港西区十套房产归小文女士所有，其他所有房产全数捐给董淑华助学基金会，过户手续将在一周内办妥。完了，他一个秘书十套房，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奶奶宁愿把房产捐出去，也不愿意留给你。各种原因，你们还不清楚吗？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一个黄毛丫头，在座的哪个股东不比你粘着？就得找你在这里吆五喝六啊！我不惹事，那事来了我也不怕事。既然三叔想闹事，那我奉陪到底。文文，拿来。这是三叔亏空公司以权谋私的证据，我想很快就有人来把你带走，
这个会你也不想开了。给你留点时间，给三婶和孩子们告别吧。哼，大哥，我也奉劝你一句，如果你老老实实为贺氏集团着想，把对付我的劲儿放在工作上，我想我们也会相安无事。好，好。爸，您身体也不好，公司的事您就别操心了。给您的分红应该能让你度过一个奢侈的晚年。最后，我想对各位股东说，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贺氏集团还在。我会努力做得比奶奶还要好，让贺氏成为龙城第一。你别那么辛苦了，嗯，我会担心你的。前段时间公司事情多，等过完这阵子就好了。其实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可是我不想依靠别人。可我不是别人啊，你是不是反悔了？怎么还不允许我反悔啊？晨晨，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分开。你轻点儿，弄疼我了。啊，对不起啊，哪里疼？我看看。喂，晨晨，刚才警察来把吴静和你小叔带走了。嗯，警察抓他们是为了什么事啊？嗯，警察说他们与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有关。你人脉广，去打听一下你小妈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爸，你就别担心他们了，你保重身体吧。怎么了？警察抓了谁啊？我想我知道唐鑫是谁撞死的了。就是说你知道谁要害你了？对，没想到三叔和我小妈，也不知道我爸的身体能不能保得住。虽然他对我妈不太好，但他对我确实不错。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别担心了，人各都有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们一样命中注定。我们去领证吧。怎么说的这么仓促啊，这么儿戏。一点都不仓促，我等这一刻都等了好多年了，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就像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你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只是不敢正视。在那之前，我想带你去个地方。好啊。晨晨，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满满的回忆啊。是我无意间发现的。记得小时候在一本小人书上糊涂乱画，你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说那是妈妈送你的第一份礼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啊？嗯。是啊。记得小时候你从来没有那么重的责备过我。那时候你还记得妈妈的好。你还因为妈妈送你的礼物而教训我。那时候我们一家真的很幸福。晨晨，对不起，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犯了天下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且因为这个错误差点害你丢了性命。我为贺家贝和吴静对你做的事情道歉，我求原谅，只求你能够平安
三叔跟吴静的事情，你也受到了伤害，你也是受害者。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轻易的被别人蛊惑了。嗯，我经历这么多事情啊，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了。嗯，爸，我要结婚了。哦，伯父好。还叫伯父啊？爸。嗯。嗯，等了这么久，终于如愿以偿，梦想成真了，我的沈太太。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你，我的沈先生。往后余生，请多指教。嗯，今天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照顾了，以后你要对她一心一意，照顾她，保护她，包容她，不要让她受一点委屈。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偕老。放心吧，爸，晨晨就是上天送给我最贵的珍宝，她甚至比我的生命都要珍贵，我肯定会好好照顾他，嗯，爱护他。嗯，stars are in her eyes, and the sun is in her smile.The only moment in our life This happens the same time When a woman loves a man She'll be a mother and a child Sacrifice her days and nights 你们不能结婚。顾思行，你来干什么？因为你们是兄妹，亲兄妹啊！